靠，我不能看看，真是。退休。老公，赶紧起来。咋了？起来干啥了？真高兴你。你丈母娘刚才给我发信息说，今天给他送的好茶叶要送给你嘞，他不喝，快点起来开门去给他。走走走，快来了没？哎，妈，这啥啊？茶叶。这手怪快啊，点着就走。这俺妈给我拿了好东西，我这不得给你接住？茶叶看着不错呀，咋打开的呀？这一打一揭开，不就打开了吗？咋给打不开呀、啊？是吧？我自己弄，我自己弄。这人家给我送的茶叶，你不是爱喝茶叶吗？我给你送的茶叶罐。哎，这俺丈母娘对我都是好，有好多人给我拿过来，放吧，放上面，真烫。丈母娘给你拿的啥好茶叶？我看看。普洱，这茶还不赖嘞，好几年了，一几年的茶，老普洱。手机给我回去了。您能赶紧回家吧，有了女婿忘了闺女了，哎。现在走嘞，把这拿走，这拿走吧。我不要。你擦脸，这边其他东西也没有。你叫手机给你说啊，老规矩。我拿两包。金油。金油能拿走吧？我也不用。哎呦，我留包两包，你拿两包。丈母娘对你怪好啊。耶。他对我好，那不就对你好吗？生的还把我欺负你，是不是？嗯。完了。哎呦喂！咋了？郝丽婷，郝丽婷，有个丈母娘。放别找了，人家能看盒子都弄烂了。看一眼咋了？你丈母娘给我还亲妈靠，我不能看看，真是。退休。丈母娘给你这等于质量不咋的。就是质量不咋地啊。